fuck 什么东西的？我要屎粉。不要在这里吃 ！Oh my god！ 等下我的全部都是臭臭的味道。轮到我的主角出场啦，那就是螺蛳粉，真的是我最爱。话不多说，开起来，看它里面有什么啊？这个是好欢螺的 brand 来的哦，这一包螺蛳粉。OK， 来，首先我们来看啊，干米粉包，这是它的辣油包，酸笋包，酸豆角萝卜干包，这蔬菜包吧。腐竹花生包，木耳黄菜，木耳黄花菜，螺蛳汤料包，将来的酸醋包，酸酸辣辣的哦。OK， 这些就是这包螺好欢螺螺蛳粉里面的它的那些材料。OK， 首先我们有这个材料，当然是我去煮螺蛳粉来吃啦。我们稍后再见。有请我们的螺蛳粉。OK， 哇，很香啊！我已经不能讲话了，我的眼神是在这个螺蛳粉这边。首先，我们来喝一口汤。你看到吗？哈汤。酸酸的，酸酸的，有一点辣味，不过这辣我觉得是很微妙的辣，给我啊，个人。好了，我就吃到这里先啦，先跟你们说拜拜，过后我再继续吃呗。